借由他的教会来扩展他的国度，还有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的能够要参与今天永恒教会的开设的这样的一个仪式。那我们玛利亚诗班也代表玛利亚社会福音经会能够向各位献上祝福。我们献上两首诗歌，第一首是一根蜡烛，第二首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